这千椒虽然辣，但是好好吃呀。你这小贼又偷吃，看我不收拾你。就你还想收拾我？怎么千椒被啃噬得这么厉害？虫子难道没被消灭？你傻不傻呀？都没喷到我身上，怎么可能消灭我？白天喷不到你，那我就晚上来，今天和你死磕到底，咱走着瞧。这天气也太闷了，我得出去透透气。哎，这下舒服了啊！你还舒服？看我不收拾你！天哪，这么晚了，你居然还不睡觉？哼，为了消灭你，你知道我多不容易了吧？